Phoebe， 今天要带大家来在勃艮第伯恩市区济品医院旁边一个非常有名的书局，让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首先一进来你会看到琳琅满目的法国酒，主要是葡萄酒为主，然后还有一些法国的在地的烈酒。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葡萄酒的专卖店。另外这个书局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你可以想得到的哦，像是这个围裙啦、啊、一些切肉机啊，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在这个书局里面找到天地人酒窖制作的老酒开瓶器。我们陈列的地方在这边，跟美国的知名品牌老酒开瓶器放在一起。这边的话贩售的价格是99欧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非常专业的一个葡萄酒的周边商品的专卖店。你也可以看到很多非常专业的书籍跟葡萄酒的用具在这边，所以下次来勃艮第的时候不要忘记来济品医院旁边的这一个非常漂亮的书局逛一逛哦。Thank you.